介关的村里是真缤纷、真精彩，会当一边欣赏到各色的花景，全可以当到大那欣赏黄花风铃木。花即马已经差不多开五成了。今年的花大大咧开啊哦，今年阁新增加，咱也不锈钢栏杆，把你送到梯顶，赏花的环境更加的优质。咱志宏祠今年嘛特别来做一个经历，种植了环湖的落雨松。我们现场还备有我们的流动厕所，生态修花啊环境比去年更加赞哦。建议大家早起呢，来到咱的丹溪寮，赏最漂亮的黄花风铃木。中岛来到咱的大拿街区，品尝最好的美食。下晡呢，过来到咱的大包米观光工厂行行。欢迎来大拿。阿里山的樱花对一月开始，要讲品种的陆续来开花，不过要注意，樱花满开了后，该当维持七到十天，要把握花期来赏花。阁有紫色的麝香木，嘛伫水利川的沿路来开。麝香木会散发出微微的花香，而且花丛容易亲近，正适合爱翕相的游客。刷来嘛迎来水利的紫藤花季，和游客无同时间来到嘉义，拢有无同的感受。记者黄佩佳，关超报道。